所以我们来比赛，一人一颗，谁先剥好半颗就好了，因为剥完一颗太难了啦。对，谁先剥好半颗，所以我们家带喂鱼。等一下呢，就喂对方吃早餐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四个人谁？我们自己发明关卡。而且喂他吃早餐的时候，还要说主人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要不要吃早餐？不好吧？对啊，这样才好笑啊！哎，这样还不错，这样。还要鞠躬。这样还不错，半颗哦，快点，半颗，半颗，半颗哦！计时开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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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定要赢！快点，你这一下。你怎么会播？对呀，你播了好几任很久了，对，我只有播过一任，好不好？一任，那一任交往多久？对啊，四年。哇，四年，四年，四年啊！赖伟儒。要说你手抖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啊！你泡你的，你赶快用你的水啦！我已经泡好了。我的天哪！我觉得我们要输了，不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天哪，最后我赢啊！赢了，对啊，好快啊！半颗啊！我怎么那么蠢？我就早上还没醒，我应该是午餐。那他就要帮。平常没有在做。半颗，耶，我赢了，输的位对吧？走，快做好了，快做好了，我都已经差不多了。好恶心哦，我不行。哎呦，我好饿。你主人要玩整套啊？对啊，要大爷的感觉。我就是大爷啦，我现在不是大爷吗？有啊，饿啦。主人，你饿了？你等一下，你饿了？你是拍台语剧啊？不会，没关系，我喜欢，我介意这种台的味道。对，主人，你饿了？主人，你。算了，快点先喂，赶快喂啊！吃啊，快吃啊！不要饿到，快点！好变态，好真的，加了，这一点都不好玩。你那个我要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的，我要，来，我们要搞的还是大家过来，过来，跟我一起喝咖啡，喝咖啡，哎，主人要喝咖啡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跟我一起喝咖啡，来。还记得当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就是喝了这一碗焦杯咖啡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一幕太酷了！这一幕我们四个人一起。不是，这一幕要留念。等一下，到这地方你喝焦杯咖啡超酷哎！主人，你的手可以低一点，你刚刚太高了，不好意思，他都喝不到。来了！哎，等一下。那我要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来，一起，你们等一下，先交杯，要交杯好啊。先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喝完呐。快点啊！来了，来，一起看镜头，一二。这比较不甜。你们两个一起喝，喝个交杯啊。没有，如果你这不甜的话，你知道怎么样比较甜吗？交杯就比较甜了，相信我。真的啊？你有遇过加糖？你有没有加糖？这种泡妞的方式吗？懒臭。我每天跟我太太早上都会喝一杯焦杯。那是你太太啊？对。你为什么要娶你太太？他太太。我是想要把这个气氛打造得更幸福一点。来，不是我要不要跟他交杯啊？哎呀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提示已经不够明显吗？我们今天有可能是，我想跟我这一对啊。那你怎么会觉得我们过来这里呢？因为你们要等退出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氛围，我们都是年轻人。加美 OK 了。对啊，可以的。你这是什么内容？我说的很好。将就一点是不是？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狗年轻？没有，他会在角落这样。我喝完咖啡，突然间觉得非常有力量啊！我最后觉得，阿伟，水流呀，都好烂哦！你们如果等等，对吧？你到底想要表达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热血沸腾。OK， 热血沸腾。你们要不要试一下变形金刚？不要。他们可能觉得你力量不够大。来，做一个俯卧撑，秀一下。被做俯卧撑。做一个人家坐在你身上的，你可以吗？你觉得他们两个谁适合坐在你身上？我觉得重不重到？你不可以这样子问女生。目测哦，目测威廉高多少？162.5。威廉，OK。162.5。168。来，我们现在挑战一下威廉有没有办法做一个俯卧撑，你们坐在他身上。那我挑战你红吃，你搞错，你错，我就不相信。好，坐上去了。好，坐。危险哦！我先做个十下，可以吗？你可以。那如果你想。哎呦！哇！在发抖。啊！我们还是要进入
快点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跟我拍照？你白痴啊！不是啦，快点！这就我也笑两圈了。发现，快！难得有这个机会。一二三。以前很久以前，我都在他家，然后我就像他们家一家人。哇，感觉好怀念哦。嗯，然后说不，你先选。什么？我先选，做身上的。啊，不然嘞？我很扎实哦。那你先啊，我先啊。而且我早餐都吃完了。那我们为什么好好自己要一直玩这些东西？啊，不然要干嘛？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也不要讲话，快点，我就坐上来。确定？坐好，我会跌下去啊。坐下来，好，来用力一，我要下去了，来。哇，好 man 哦。好，来用力一，我要下去了，来。哇，好 man 哦。烂透了！你我江湖心机，真的假的？各位，你今天有穿袜子啊？谁没有穿袜子？对哦，黑现场大家都穿袜子。没有啊？你们有没有臭袜子？我们帮你洗臭袜子。没有。你们有没有臭的内衣裤？那还要给你洗吗？我说给我先洗啊，我还没讲完啊。我有说我要洗这件事情吗？你可以洗什么？你最擅长洗的是什么？我看看，是不是我什么都会，都很认真洗啊。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我帮你洗的？没有，谢谢。你自己洗就好了。不行，那你帮我洗。我们现在就是你帮我洗，我帮你洗的东西。我们是个 team 吗？东西是啊。喂，那你要洗还是怎么样？你在看你的任务是吗？你在看你的任务是吗？没有，不要玩手机。OK， 我们再喝一个咖啡，我们再做一下不会停车。来，我们有什么要帮他们洗的，一定要洗这个杯子，好不好？我要洗这个杯子。好，谢谢。好不好？这个是，你昨天有洗吗？对，他水还没喝完。我白痴哦，那我看他要不要洗啊？那你就算没有，你也假装洗一下啊。奶瓶，对，哎，你用，你怎么知道？每次都奶瓶会围着。你用这个袜子当做菜瓜布去洗，不要。你这袜子很臭，洗袜子。你的任务是洗袜子，我好像洗袜子。没有啦，我们的任务怎么可能？我们是一个 teamwork， 我不会这么暗示的这么明显。你看手机那么明显吗？没有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你的手法是什么？不要害怕，我们是一个 team。除臭。我们用帮他洗呀，好。你再帮他搓两下好了。不会有人出外景还要洗袜子啊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阿伟要这样子呢？我看一下洗的状况。你还可以检查什么洗的状况？你还挑哦？我们让红师检查。红师他们洗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很好啊，还有香香的，你看。对，这样吗 ？OK。问你要干嘛？我要合照啊！我觉得有点展现。没有，我要展现比较我们清楚的状况。战利品，战利品。合照完比较出门。也许我们真的跟他一个。来，来贴靠近一点，点二要贴到。我也不能这么贴，因为我太太在看。哎，走，好 ，sorry。嗯。好了，不要打扰你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回去哦。大概在15-20分钟，我们就要出门了。好的。他们一定有，他们一出去。对啊。那手法真太拙劣。对啊。这他们的手法就是那种，我们没有继续下去，他们也难下台，是不是？对。搞得我们也知道做。对。